不要啊！那如果子龙变身，他不是子龙变身，他有木符石兼具其他属性符石效果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木符石兼具其他属性符石效果的话，我们的木强化符石等于火强化符石，对不对？难怪伤害这么不够哦！ Shit， 被坑了。那这样就不用那个嘞，这样就不用开二技啦，这样我们可以省技，还可以省技能呢。真的，我们是一起去那个西装店一起挑的。我挑他的，他挑我的。你觉得我挑他的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看吧。报纸卖完了，不卖完了，真的。恭喜，恭谁？恭海鸥啊！非常想，真的就是木堆爱好者，拉夫拉夫，下不下不，一代一，一代一。哎呦，居然他妈天降星珠哎，吓死宝宝了。Perfect， 福利加加，铁扇扇。哦，这个火珠煞风景，可恶！难道没戴眼镜，眼镜变成熟了？可能哦，我自己都这样穿出去都觉得我好成熟哦。西装女安安，海莲安安，中分是胸罩，完了，操你妈！没事，哦，这个好远哦，好远哦，shit， 太 far 了，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想一下这边这一部分超重要，两个木珠，两组木珠，一组。反正水属全消，没关系，我一次到位，不跟你开玩笑，一次到位。靠！嗷！嗷！嗷！来了，完美！精算，我就说这个已经是我精算过的了，两组木珠加一组水。完美比例，没有救急熔炼要留在这一边，不是来这边，这边要开龙客，所以我们不能开救急熔炼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剧本终于走到完美的阶段啦！福利加加不要开，开这个罗山修流哈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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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福利加不行开不行，福利加的话会让火属伤害减半，所以40%还要再减半，超惨 ，very 惨，惨到不能再惨了。消火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用这个木符石兼具其他属性符石效果，这样我们只要有强化 G 的话就 OK 了。Watch this， 完美，这样应该是 OK， 应该是 OK。变身二技，不，哎，我们要省技能，节约用水，节约用木。哈，超够哎 ，super 够，拉米够 ，super 够 ，lucky ball 够，血量精算师，伤害的魔法师，继续吹捧我，快！拉米果要被卖掉了啦，来了，接下来什么？弓前蹲，他是消什么？引爆星火。他会星爆跟火爆哎，怎么办？就把星火都消掉。我还想我要空转吗？还是？哦，干！你这是你这啊！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这个好不好？不死神兽。不是我想要让他降神族，下一关再用。切猪，切猪，各位切起来，切起来！哦，啊，我是不是应该转剑啊？靠腰哦！不要啊！啊！来了，接下来比较麻烦的部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完美，完美 ，perfect。他打多痛，他打多痛，各位朋友加油加油！他打多痛，我们快要成功了，成功把木队通过了。
上30670哦30970 30970，哇哦，我们在这边要开子龙哎、欸，我们要开子龙的这一季回血耶，子龙原来你是奶妈啊，子龙奶妈子龙，啊啊哪里有？干你们这群暴力仔哎、欸，只有子龙，子龙这是奶妈哎、欸，你看他有生爱心升华，我应该转这样就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fucking you，Very thank you 啊，超谢超谢出超级无敌谢，舒服，哎、欸、我转到那个光珠了啦，直接喊哦。怎么这么帅？看来要跟了。阿红闭嘴！阿红，这很重要的地方，你不要来乱跟呐、啊！可恶，都是你乱跟。欸、你们觉得爆发全下可不可以啊？现在减350%而已，他血量多少？1亿？怎么可能不够？我这也是开启死亡一。阿红怎么死了？谢谢你的精彩表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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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下去就对了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家太太这么的厉害，不可能会打不过的。快，大家一起来啊！啊，打一起，打一堆啊！哼，6亿，足足打6倍的溢伤啊！谢谢各位，临时通关木北欧队，牛逼吧？完美剧本，木北欧队完美剧本，你们想要用吗？我是不想啦。中分更经典，你想看中分是不是？中分西装鸟。